机器我们在卖之前就把它卡改好，兄弟们当天下单，我们当天就可以把这个机器给您发走。又是熟悉的时间，又是熟悉的节奏，我们今天粉丝人数来了啊。可能兄弟们会觉得，哎，今天怎么这么少啊？哎，太难了啊，这些还没改出来，今天有点事情耽搁了啊，这些都是还需要去改卡的。未来呢，就是说很多机器我们能尽量的去前置化的处理这个改卡的时间。机器我们在卖之前就把它卡改好，然后当有用户下单的时候，我们再把这个未激活的机器给激活做测试，确认没问题以后再给兄弟们发货。这基本上就可以做到兄弟们当天下单，我们当天就可以把这个机器给您发走，就不需要再等这个改卡的时间了。最近呢，宋哥的确会很累一点，一直都没停。这几台现在找班车，阿峰给兄弟们安排一下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，第一位是我们中山的电先生，第二位是我们江西的艾先生，第三位这个是跟我聊的，从17号就下了第一单。我们来看一下16PM 512金色，今天又找我下了16PM ETB 白色的，感谢这位老板。第四个是我们黑龙江的王先生，第五个是我们山东的赵先生，第六个是我们海南的梁先生，第七个这个是同行来的，第八个是我们河北的李先生，第九个是我们深圳的高先生。目前找班车就这九个，我们宋师傅还在改，等一下网班车还有。这一期就先这样。